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 ，a、b 是这个方，这个函数上面的一个点啊，哦 ，a、b 是这个函数上面一个点，那他意思就是说哈，这个函数的话呢是指数函数嘛，哦，那这个是 y 哈，等于3的 x 方，哦，那这如果是 a 的话，那这个就是 b 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呢 A 选项。他说 A 的话一定比 B 小，那不一定啊。如果 A 在这里的时候的话，那 A 的话呢就会比 B 大。哦，比如说在这里啊，这是 A 嘛，那这是 B 嘛 ，A 的话就会比 B 大，所以的话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所以 A 选项是错的。再我们看那个 B 选项 ，B 选项他是说哈，库 A、B 的话哈。它是呢，这个函数上面的一个点，三分之一的负 x， 这个是3的负一次方嘛，那负得正，实际上这个是3的 x 嘛，所以这两个呢函数实际上是一样的啦。那这一点在上面的话，这一点在上面的话，这一点就不会在上面的，所以这也是错的。再我们看呢 C 选项，哦，就是说这一点的话呢。在上面的话，那另外一点，这个是负 a 嘛，哦，这个是对称的位置。这个负 a 的话，哈，这里就没有点的了，哦，所以 b 是错的。这样看呢 ，c 选项，他说 a 减5啊，哈，啊还有9 b 哈，他说呢是有没有在这个函数图形上面呢 ？x 呢加7。那这个的话，你要画的话，这个没有办法看出来了，所以你就把它带进去了。带进去就是说，这个点哈，看呢有没有在上面。好，那这个点的话是根据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点是在上面嘛，所以哈 ，AB 的话它满足什么样的方程式哈？它满足 b 等于多少呢？3的 a 次方啊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带进去以后的话。看有没有满足这个方程式。我现在哈、哦、把 x 带 a 减5了，那我们来看看 y， 看会不会等于9 b。我就3的多少呢 ？x 是 a 减5嘛哈，啊加7，啊这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3的 a 加2嘛，就等于3的 a 次方乘以3的2次方，这个是等于9乘以3的 a 次方嘛。这个就等于9 b 啊，因为3的 a 次方、哦、等于 b 嘛，所以是9 b 啊，没有错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带进去以后等于它嘛，也就这一点的话是在这上面的，所以 C 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 D 选项 ，D 选项的话哈、哦，它是问说啊哈 ，b 分之一啊还有这个 a 啊哈。它是不是这个函数上面的点呢、啊、？y 等于呢 log 以3为底 ，x 负一次方，是不是上面的点？那我们一样把它带进去，我把 b 分之一带进去以后，看 y 会不会等于 a。好，那我把它带进去了啊，就是我把 a 带进去了，哎 ，b 分之一带进去了 ，b 分之一带进去。那这个就等于 log 多少呢？3嘛，那 b 分之一带进去，这个就是 b 了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呢有没有等于 a 啊？我们看看呢有没有等于 a？ 有啦，为什么？我两边取 log 哈以3为底 ，b 的对数等于 a 啊，所以没有错，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等于 a 啊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 ，E 选项 ，E 选项呢，它是问说啊，问说呢这个，b 加2的哈，啊跟 a 的话哈，是不是哈，这个函数上面的图，函数上面的点 ，log 呢以3为底 x， 啊再减2，是不是上面的点？那我一样给它带进去。我把 x 带 b 加 a， 哦，就是 y 哈、哦、，x 带 b 加 a 哈、
啊，这等于多少呢？这等于 log 以3为底嘛，那 x 是b 加2，不是 b 加 a 啊，这是 b 加2嘛，好，啊，再减2，2的话是什么？2的话是 log 以3为底，然后3的平方嘛，那这是9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等于 log 哈，以3为底嘛， b 加2，啊，除以多少？除以9啦，那除以9的话，这个有没有等于 a？ 没有啦， a 的话是这个嘛，所以这不会相等，所以呢，这是错的。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 C， 啊跟 D 啊。